刚才逃了个票，这个坐到华沙体育场了，顺便就到这个体育场看一下，这边车很多啊，但是基本上是不要票的，没人查票啊，我估计他也查不过来，因为这么多辆车，你要是每次都查一下的话，成本太高了。今天正好顺路，我就去看一下这个。这个地下这么黑，这面的话就很荒凉了，因为我已经到这个河的对岸了。